娱乐客。Hello， 大家好，我是 Rock 老师。我们今天来到台南，一个非常特别的地方。我有一个老朋友、老同学啊，设计师顺子他家啊。嗨，大家好。然后今天我们想跟大家分享顺子他在做设计的一路的过程中啊，有些不同的故事啊，还有他的兴趣啊，然后还有他经历过的一些事情。哎，顺子。我一直很好奇哦，当初你怎么到英国去的？说你当初你怎么去英国，而且去那么多年啊，到底经历过什么？当初我从年轻的时候啊，都一直很想出国留学，尤其那时候读了实践，对国外的生活会更有兴趣，更想去。但是因为我家里没有钱，然后我的语文很差，我那时候英文非常非常的差，所以因为这两点原因，我一直没有办法完成我这样出国的梦想。什么叫做鲶鱼效应呢？就是，在应该是在芬兰吧，芬兰他们有一种，他们喜欢吃一种小鱼，是丁香鱼还是什么？然后他们把海里捕来之后，丁香鱼要运到城市过程中啊，丁香鱼都会死掉啊。那在这个过程中，只有一个渔夫他运到城市上，那个鱼不会死掉，一直没有人知道他是什么原因。后来人家问他之后才知道，丁香鱼很怕鲶鱼，所以呢。那个渔夫他把一车子的丁香鱼里面放一只鲤鱼进去 ，OK， 了解。然后丁香鱼为了要生活，怕被吃掉，就会一直跑，一直跑，一直跑，保持到运动量，保持到呼吸量，所以只有他的鱼可以完整的运到城市里面。所以这个故事给我一种启发，就是当我们人生有低潮，遇到负面贵人，不管被骗，不管被做什么事情，有时候那个人会激起最大的能量。我英文很差。我在英文只会懂 A B C 的状况，我会作证啊。他讲的英文，英文只知道 A B C 的，什么都不知道。对，在这个情况底下，我因为遇到这件事情，产生了鲶鱼效应，所以他逼迫我去做我不敢做的事情，所以我就直接因为这个原因，我重去了英国。OK， 重去英国就是脱离舒适圈的意思。对对，他会逼你脱离舒适圈。对，因为我们自己的意志控制不了，我们不敢踏出那一步。像英文那么差，我去那边我怕会死在英国啊。OK， 但他逼着我出去，然后我到了英国是完全不懂英文的环境，然后英国的教学是英音教学，我只懂26个字母，我要学英音教学，我是这样子被逼着往前走的。啊，当时你怎么开始？你是先去语文学校？对，然后一步步再开始才会稳定下来，才会找工作嘛。你不可能一开始就是在那边直接工作，因为英文都不会讲。对，因为我刚开始去的时候是去语文学校。然后语文学校就是如我所知道的那样，如我所自己预测自己那样，一直的没有办法升腾。别人三个月之后升了一个腾，我就是留级在同中读，所以我的英文非常差。然后那时候刚好《劳力》杂志他们要找一个英国的写手采访一些英国的建筑啊、设计相关的东西，然后找到我，所以我就要帮《劳力》去找一些人物来采访。然后那时候我就看到一台电风扇，我看到那电风扇，然后觉得很漂亮。然后就觉得可以来采访这个设计师，然后就写信给他们，顺利的去采访。那我本来想要去找英国一对一的语文老师跟我做练习。那与其我要付钱去找英国人做一对一的 conversation，我倒不如工作了，我倒不如去工作免费，对，我也不用花钱嘛，最实战的。对对对对对，我想说，那我就去。讲我懂的，我熟悉的设计领域，那也是以后需要的英文绘画，所以我就觉得这是一个一竿子勾，我们拿竿子一口的代际，对。Okay. 然后后来就因为这个原因，我开始去帮 Black and Blue 做画图。所以这个公司就是那时候那个公司吗？就你开始遇到的那个公司，就是后来你待了十几年的公司。对，我一开始去的时候，刚开始帮他们做打工的性质，那是同一个公司。我先在那边做到一半之后我离职离开去另外一间公司，然后后来他们失去我之后啊，才发现你的重要性，顺子太好了这样子，然后他们又来把我挖回来，所以我就后来又回来他们这边，然后就在一路待了八九年吧。所以你从头到尾去英国到回来都待多久？大概12年吧，12年。对，我们后来拿到英国国籍之后。就考虑一下，开始自己创业这样，大概12、13年。
你造了因果工作这十几年，在你整个设计的生涯中，有没有起了哪些很大很大的变化，影响你到现在？我觉得我最大的改变是，我从我以前只知道工作的人，变成认真工作也认真生活。哦，这超重要。对，我在因果里面发现一件事情，就是当你只专注在工作上，你不懂得去做生活，不懂得去享受生活，去了解生活，你的心真会不够健康。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在工作的时候啊，我们常常看到老板背着那个滑雪板啊，背滑翔翼啊，然后来就说哦，你要干嘛？他说哦，现在待会下班，我要休两周，他要去玩啊，然后他就不见了。然后你工作到一半，你就会发现，哎，那某个人又跑去玩了，然后你会开始感觉到，哎，这里的人并不是每天都很认真、很认真的工作，然后都只为了工作都不顾生活，他们不是，他们要很认真的工作，也很认真的生活。可是这里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英国人很懂得效率。效率 ，OK， 对，效率这件事情很重要，因为他们为了要去玩，所以我要把时间用很最大的效率，赶快把工作做完，然后他们就可以去玩。我去英国第二个最大的体会就是，英国人很懂得怎么样把效率用到最大。OK， 对，我可以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对，一台公车它最多只能载四十几个人，包括站着，可是英国人为了要效率，他就设计双层巴士。好，了解。对，所以英国人相对总是别人的两倍三倍。然后我跟我的伙伴还有学生啊，设计师不懂得玩的话，你很难懂设计。你整天很认真很认真，我超用功的，你就变成一个很好设计。我觉得这是两回事啊。对对，有一件事情很重要，就是我们设计师要设计的领域很多，我们常常会不懂那个领域，所以你就不知道人家为什么要玩那些东西，所以只有玩才去了解。 对，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像赛车这种活动，我以前觉得赛车啊，所有的东西啊，都是这种的荧光色啊，反光的啦，然后每个颜色都很花，我就觉得为什么赛车要搞成那样。 对，然后我刚开始玩赛车的时候，我想说我要做一个最速的赛车手，然后后来我到赛车场之后才发现我错了。为什么？因为我以前用设计师的一个狭隘的眼光在看别人玩车，但你到了赛车场之后，你会认知几件事情。第一个，阳光很强。对，当阳光那么强的时候，很多东西当它很素的时候，你看不到。啊，对，在赛车场，我们都是用零点几秒在看东西，所以当你没有很多花花颜色的时候，你一个白白东西过去的时候，你没有办法判断它的东西，所以你有很多颜色，我们才能准确的看到它。有当阳光又很强的时候，你会在赛道消失，就是眼盲那样。人家对眼盲，对，就是对看不到东西了。所以当你去玩一个东西，当你去熟透一个东西的时候，你才知道它其实是非常非常重要。所以、OK， 所以因为我去英国之后了解这些事情之后，我慢慢的告诉我自己，我们在设计一个东西的时候，不要用自以为是的观点去看别人。我们一定要先去了解人家为什么要弄成这样，为什么要弄这样，去了解人家最多的根本，然后站在他们的立场，站在他们的状况里面，你真的去设计东西，去设计他们要的东西，你才会真正设计到内核，而不是只是一个你自以为是的很漂亮的东西。可能台湾我知道的可能是唯一的啦，他还是个卡丁车的赛车手，而且是比赛拿过名次的哦。你这什么样的契机你会去玩卡丁车啊？玩卡丁车是因为我回来台湾之后啊，我一直想要找一个运动，然后找一个运动的时候，我希望透过这个运动把我脑袋对工作的状况给关掉，我需要关机的状况让我脑袋休息。所以我想要找运动来做成这件事情，所以我就开始尝试去游泳啊，骑脚踏车啊，跑步啊，尝试过很多运动，可是它都没有办法让我脑袋关机，我甚至会想得更清楚。OK， 对，这超重要。对，所以后来我找到了卡丁的赛车板，然后当我去玩它的时候啊，我们在赛道里面都是零点几秒，零点几秒，你不能分心。所以当我在赛道上的时候，我会很专心的在赛道上的这个状况，我的脑袋会被迫关机，而不去想生活的事情跟设计的事情，然后脑袋可以在这个状况底下得到充分的休息，然后又可以把精力发泄，然后又可以强迫流汗。哦，赛车的流汗真的是很可怕，这样子啊？赛完之后一天全身汗，对，对你可能会流2000公升的汗，是因为衣服的关系吗？那衣服闷的关系？对，衣服就是这样厚，很厚，很厚，很厚，因为我们就是加上紧张，
对，那个刺激感觉，对对对，汗淋淋的，对对对，很热，非常的热，包起来很热。这个跟我们原有些认知不一样，想说赛车就是坐在那边，应该不会有什么汗，就开开车嘛，哎、欸。就差不零可以耶，没有冷气可以吹吗？没有，没有冷气。因为卡丁车还可以减肥，还可以流多汗。对对对，我玩卡丁的时候减到70公斤，然后我暂停下来之后又胖回来，现在又快80了。我那时候第一个锁定就是刀子，那因为我很喜欢煮菜，老老会喜欢。对，所以说呢，我在研究这个菜刀的过程，我在煮菜的过程中啊，我发现刀子有很多问题，例如说像这样子的一把刀，然后我个人抓的方式，我都抓很前面，像这样子抓的很前面，所以每次这么前面啊，对我都抓的很前面，对，因为我的手的力量可能不够，人体工学的角度不太对，所以我每次用完之后啊，我的手这边啊都会红肿，对，然后。Okay, oh.然后呢，我因为这样子，我尝试把它抓后面一点，对，抓后面一点的时候，发现我切不动了。我那时候就会期望说，那这个刀刃如果可以长到后面来的话，我的手就会轻松很多。所以我又不，我忍不住把它抓前面。所以对我来讲，刀刃的下方这里啊，在支点跟撕点状况底下，这里是最轻松的。嗯，这里因为支点跟撕点完，它是最吃力的。嗯，所以当我发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觉得，哎，这个倒是可以来思考看看。然后第二点呢？我们因为我们喜欢做一些国外的料理，国外的料理都要切，像蒜头啊，像切很多东西要切成那个碎花、啊。所以英国有一种这样子的摇摇刀，这把是阿雷西的摇摇刀，所以他们会这样子摇摇摇摇摇摇去切东西。完了之后觉得，嘿，这两个东西似乎可以把它结合在一起。然后呢，我就画了一个结合起来的图，哦，就是这样子一个结合起来的图。所以我就把刀刃一直延伸到后面来，然后让我手拿的时候，刀刃是在下方，重心在下方，所以当我在使用的时候，我就可以利用自己的刀刃去切东西，所以它就会产生最轻松的状态。所以这把刀在切的时候，你的手会非常的轻松。然后它还有一个更轻松的东西，是因为很多刀子设计都设计的不对，没有重心，当你的刀刃在前方的时候，你这样施力的时候，它力臂的关系前面又变得很重。所以一把正确的刀子的设计，你是要做配重，做完配重它才会轻，所以我的刀子做到完整的配重，它可以这样子平衡。对，所以你拿一把刀的时候，你要往下切、往上切，后面的配重会帮你把刀子拿上来，配重关系，所以你就是最轻松的状态再拿它、再切它。所以当你在切的时候，你的手会最轻松，这样子会让你的关节跟手腕产生最轻松的状态。用这个刀切刀器呀，都是5000块以下的消费者。OK， 到限量制这个等级以上的消费者都是用手磨，因为他知道好的刀子不能用那个磨。OK， 了解。对，然后他们都是用手磨，但其实我们的刀设定是比较普罗大众的，所以我们也是希望给他们用这样子的磨就好。对，但他们都是问我，我这个磨怎么办？我不会磨，所以我们后来就开始思考这个问题。对哦，磨刀的确是一个问题，而且我们刀子用久了之后都会钝，它就需要磨，所以我们就回来开始思考。磨刀的这件事情该怎么处理？后来我们就加了这个盖子，加了这个盖子之后，我们刀子又升级了一圈，升级到什么样？我这把刀子变成永远都不会钝的刀。为什么都永远不会钝呢？永远不会钝，因为我厉害了。因为我在后面这个部分啊，放了你刚刚讲的那个磨刀石。哦，放了磨刀石。是，所以我的刀子放进去之后啊，我把放刀子的刀架又把它设计得很漂亮，让你放在厨房上面，它是一个很漂亮的展示品。然后当你要用的时候呢，你只要抓住后面这个地方，让它进去磨刀石的部分，你只要磨一下。每次出鞘的时候就是磨一次啊。对，每次出鞘的时候磨一下， okay. 你的刀就永远都保持最利的状态。最利的状态。对，所以这个就非常聪明的设计。对，所以我们这个东西就很完整这样子展现出来了。所以我刚刚讲的那把刀，就是开始在研究这样比较实际的东西。然后因为刀子有那些问题之后，我又开始找新的产品路线。所以后来我就开始进入咖啡的研究。那我现在在看研究咖啡里面，然后想要用最少的投资成本来找到一个新产品。所以我已经有学过陶瓷，所以我觉得咖啡杯对我来讲是一个可以切入的路线。所以我开始设计咖啡杯的时候，我就开始设计说，哎，如果咖啡杯这样子设计啊，哦，杯子杯盘的形状，我可以玩出很漂亮的造型，我都可以玩出很不。我想说这倒是有可能，我就开始画这样的设计图。
后来就是让我研究出了这样子的一个造型的杯子，这个就是我3D 印出来试喝的杯子。然后当时我先画出这个造型之后啊，我就开始试喝，就发现我真的可以在一个杯子里面让你喝这一边的时候的造型是一种味道，喝这边又变成一种味道。然后我又去请教专家，那种开咖啡店的专家，他们试喝也发现真的有不同的味道。我就觉得我好像隐隐约约中找到了一条新的路线了，一个可以改良现有咖啡店的全新的路线。所以我要的销售、市场跟成本，我几乎都抓到了。然后就开始做大量的研究，就是你拿到这个杯子的时候，你的嘴巴碰到它跟碰到这边的造型，你很容易自己就会做出不一样的嘴型。例如说你这样子，你就会嘴，因为你就会嘴巴撅起来，因为两边的问题。可是当你碰到这么厚的时候，你就没有办法，你嘴巴就要变另外一个形状。对。当变另外一个形状的时候啊，你的嘴型就会变尖的吸空气跟平的吸空气，它空气的进入量就会不一样，到达你舌头的点就会不一样，舌头的是每个点都有不一样的分布嘛。所以我就可以因为这个造型，我来控制你在喝的时候，你会变成我设定的嘴型。那你当初我设定嘴型的时候，你就喝到我设定的味道。未来你在做设计的时候，是不是现在的未来哦？你有什么期待？我现在的期待其实很世俗。OK， 什么叫到什么关系？我也很世俗啊。什么叫很世俗？我现在对自己未来的期待就是我想要躺着赚钱。OK， 这个是一个很崇高的理想。为什么说要躺着赚钱呢？英国老板跟我说，甚至你不要辛苦的工作，你要聪明的工作。嗯哼。我说要躺着赚钱的意思就是指这个。去了英国之后，我发现，慢慢成长到这边之后，发现，你可以开始很得心应手的去得这些奖。之后啊，当然就把目标在网上设定。所以我现在开始要设定我想要做的东西是，它会被记录下来的。OK， 它怎么样被记录下来呢？它有两条路，第一个就是被博物馆收藏，它就有可能记录你的设计；另外一个可能就是设计师，进入设计师又是一个更高的阶段，对，更高的。但这基本上你要研究出一个以前的设计师所没有的东西，然后已经进入博物馆了。可是那两件作品并不是单纯是我做出来的，是个 team。对，我们都是 teamwork。teamwork 的状况之下，就是说它不是完全你的 idea， 是大家集结的 idea。所以我们在英国做的东西，我都不会说是我设计的。OK， 对，我们是一个 team 做出来的东西。所以说，我现在希望在我自己做的时候，能不能也能够布局到这个程度。对，所以我现在做了很多东西，然后研究了很多各式各样的形态，我一直在思考，形态可以进去吗？在设计史里面，为什么某些设计它会被讨论，它会被记录，会被研究，它一定是有什么东西。我现在很努力的去想把这个找出来，如果有人知道，请在下面留言告诉我，我会非常的感谢你。我也想知道。对，如果人知道的话，请进来讨论，我们可以一起来研究这事情，然后我们可以来大家一起来进入这个领域。顺刚刚讲到一个很多设计师的建立目标啊的那个国际奖项啊，这是一个嘛，更高阶段是被博物馆收藏啊，这已经有相当难度了。更高阶是写进设计史，哇，这个是一个非常崇高的理想。因为得奖这件事情是说实在话。有难度，可是也不太难，因为得过奖的太多了，就知道了，对，太多了。你只要抓到重点是怎么得了？对对对，那是有公式的。对对对。啊，博物馆收藏它也蛮难的啦，因为目前台湾没有整个华人被收藏也不多。可是到设计师没有被收藏，设计师真的没有。没有。如果可是这个真的是要一辈子盖棺论定的。对。就是你到你老的时候，不做就是快不能做设计为止的时候，你有。一个设计师有一件作品写进设计史，那不得了的事情，这辈子没有白来的。对对，那个是一辈子值得努力，包括我要努力，我现在正在做这个努力，我互相勉励啊，对不对？一起努力，勉励，互相勉励，加油加油加油！那个走，我们去体会赛车人生。好 ，Let's go！ 走，发动，走。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按赞、分享、订阅、开启小铃铛哦。
哇！